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入世降伏其心，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要卵生，要胎生，要丝生，要化生，要有彩，要无彩，要有想，要无想，要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汝无余涅槃而灭度之。汝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何以故？须菩提，要菩萨有哪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这段经文我们昨天讲了一下子啊，现在我们再重复说一说。佛对那个请法的人须菩提说，只是你要想闻法的话，那你要注意。现在须菩提是个什么程度呢？须菩提已经了了生死了，他已经证得阿罗汉果了。他了的生死呢是分段的，现在他还有生死没了的，有变异的，有那见思惑、尘杂惑还没断。那佛对他所说的，他是当机中了，说的大多数的纯理性的，纯理性的，说在他已经悟得生死的道理了，已经证得生死的道理了，要想再进一步而变异生死。那现在我们来学这个金刚经的话，我们分段生死没了，我们要以此法来分段生死、变异生死一起了。但是这要求我们，要求我们什么呢？那起码你得有个了生死心吧。了生死心不是发菩提心，了生死只是自了。说在我先了了生死啊，完了再度别人去吧。我自己生死未了，怎么度别人了生死呢？这种含义了。现在我们学《金刚经》的时候，我们最初要具足，据说菩提心不说了，是无常心得要有吧，厌离心得要有吧，要有具足的了生死的心。生死怎么了呢？要想了就得先厌离，厌离生死，感觉生死太痛苦，得有厌离心。你要发这么个心，你所遇的缘还得有缘。像我们诸位师兄弟子，我们入了佛门了，先得到佛门的利益，换句话说得到这些好处吧。那你怎么才能得到好处？那首先呢，叫无我。这个无我跟《金刚经》上的无能两个意义有点深入了，《金刚经》的是深入的，我是从第一步说起。我们看自己，看着一众生，我们所应得的众生，多数只是对人说的，没有这么复杂，没有这么普遍。但佛对须菩提说这个，那就多了，而众生的类别啊，非常之多。说一切那个菩萨要想利益众生，想要觉悟一众生，
你现在自己把自己心降服了，先把自己心降服，这样降服他呢，说你做众生，众生种种类类，第一个做众生你得忍受，做众生受众生的侮辱，众生不见得信你，就是人类也不见得信你，何况这里头有很复杂的懒生胎生死生化生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要想把他们都度成佛的话呀，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为什么那些个菩萨也有退心的时候啊，发大心的菩萨，大道心的菩萨，他感觉特厌烦了，众生难度，是因为什么他这样子有这个心声，因为他把众生当成真实的，因为他见众生相，所以二乘人生为缘觉，他离众生，因为他有众生相，有众生相，不但度众生的所度的众生，能度众生这个人，他自己本身就有问题了。所以这段文呢，佛就告诉我说，你要度众生的时候，先要离开度众，离开众生相，不要执着，先把你自己心降服了，降服你自己。终日度众生，不见众生相。那当然，首先要求你要发菩提心了，发菩提心了。发菩提心呢，就是初发意的人，想度众生，想帮助别人、利益别人，这个心就叫菩提心，叫菩提心。就是我要想度一些人了，想帮助别人脱离众生的苦难，把众生的苦当成自己的苦一样的，这个带众生受苦嘛，让一些众生都得乐，这就叫发心，叫初发心。那想度众生拿什么度啊？得有方法，你得有方法。方法嘛，就是让众生觉悟，你得先学觉悟的方法。觉悟方法就是佛法。那其中两种，有上求下化。而上求呢，向诸佛求法，向一切菩萨说法。下呢，化导一切众生，要先学着发心，怎么样度众生？发这么个心，发了这个心了，让一切众生都成佛，那你先给他做代表，你先求成佛。说我们出家人就是这个名字就是这样的，祈求。祈求就是祈化的意思，上在诸佛菩萨求法，求成佛果，下化的下化一些众生，发了菩提心了，你还得发个愿心，发菩提心本身就夹着愿，咱们经常说发愿发愿，愿就是希望，发愿许愿嘛，发愿就是我想做什么，不论想做个事业也好啊，想修庙也好，想建个塔也好，这都叫发愿。发愿就是需求，就是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这就是发愿的意思。
我发了菩提心，想度众生。想度众生就是愿，这个就叫愿菩提。我发了菩提心了，想成佛果，这是行菩提，自己修成佛果，这叫行菩提。那么我们想利益别人，发愿度众生，这是愿菩提心，愿菩提心，发愿度众生。所有一切众生你都应当度，没有分别的，没有简单的，使他不但度，使他度到得到成就，要让他们都达到不生不灭的，就叫入无余涅槃。灭度他们都到无余涅槃。在你不论你在度众生的过程当中，乃至他们都得到成了佛果了，在这个中间你得检验你这个菩提心，检验你度众生的行为有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如果要有这些相的话，第一个你度心发这个心不真恪不真诚，你这个愿菩提心呐，你得有夹杂，有夹杂，那呢不是菩萨，不是菩萨。如果一切众生啊没有苦没有生死，还要你度什么？因为他有生死有痛苦，所以你才要灭度他，你要使他不受生死。这只是一种愿心。那么我们最初是发了菩提心了，就是发了菩提心了。从我们现在来说啊，从哪个心来升起的？哪个心来升起？度众生是从我们大悲心升起的。我们大家都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大悲心特别切，就是怜悯一切众生的痛苦，看见别人痛苦，像我们自己深受痛苦一样的，想让他们解除痛苦，那你必须得有大悲心，从大悲心而起的。从大悲心而起，度一切众生而无见众生相，那就大悲心跟那个无相般若相结合了。无相般若相，对于我们大多数是发了菩提度众生，大从人类开始吧。人类我们也不普遍，为什么不普遍呢？你度众生吗？你连你他的语言你不懂，你怎么去度他呢？我们只能度的语言相同的、生活相似的，这样子吗？才能干什么？才能够跟他沟通，才能度他。那很多众生，你怎么不可理解他？我举个例子吧，像说虫草大家都知道吧，到冬天是虫子，夏天它是草，说这类算众生不算众生？到冬天它就是有情了，像这类众生，这你怎么来度它？这只能发愿度的。像咱们大家如果看过法眼珠林的这部佛书的，他里头讲上的龙，咱们就说龙吧，咱们经常看到寺庙到处都画龙，龙的种类比任何的种类都多，特别复杂，比人类复杂的多，并不是都是住海里的，
也有化生的龙，也有私生的龙，也有胎生的龙，啊，各个种类都不同，有很多种类，好多我们连它的种类都不知道。那么在学佛法，在读佛经的时候，见着好多事，好多种类众生，我们都要灭度它。说在这里头跟大家多说一些吧。我们讲的《金刚经》啊，是纯理性的，纯理性的。在这个就华严义来讲啊，它分四种法界，有四法界，有理法界，有理事无奈法界，有事事无奈法界。现在咱们这部经讲的般若，纯粹讲的理法界，理法界。都是就它体上来说，就总体来说的。那么刚才说不是龙类了，像我说的东升下草，我们怎样来体会它，怎么样解释呢？这就像金刚啊，像那个心经上说的五蕴，五蕴不论哪一众生，哪一类的众生，不论贪婪四化，它离不开五种五蕴法，有色受想行识，都是这五蕴法所组成的，哪一类众生都是五蕴所组成的。咱们说那个五彩界众生，它入定了，那是无表彩，无表彩，无表彩它有色，它有色。五蕴的大小多少，它的组合部分全是五蕴所组成，不论它体积大和小，都记住这五种。像蚂蚁，像一些虫子，不论你喜欢不喜欢，那里众生它就是这样生成的。有的众生多少丈高，有的众生小到连右眼都看不见，胎生的众生不理解了，像狗啊、羊啊、马呀、啊、猪啊，这些类我们经常见的，飞禽之类的大多数都是卵生的，有些个众生受了湿气生的，特别是虫子一类的，这种胎卵四化所生的。有的众生他自己没有色相，没有色相，这就是咱们说四空定那个实无边处，那些个众生，像还有飞飞翔，飞飞翔出天那些众生，他本来没色相，没色相，这是从物质上来说，有一种是有色的，有一种是无色的，他什么相都没有了。但是他有心，有识，他自己因为没有想了，佛智慧的观察说他还是有，并不是像他想没识的。那此间说是我们讲是发了大悲心，发了大愿心来度助这些众生。如果是呢，我没有这个大悲大愿的心，菩萨戒就没有了。菩萨戒是以大悲大愿为主的，如果没有菩萨戒了，也没有什么佛道可成了。那像我说的利益众生，这根本就不存在了，因为在事实上绝对有的，不可能没有的。因此呢，我们所学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般若业，就是这个般若业。但是不能有局限性，不能有分别性，要有分别性了，那就不是大悲大愿了，
那无分别，就是平等对待。现在我们就练习这样一个思维，练习这么心想，都要很困难。我们能把老鼠跟我们人类平等吗？如果不能，不能你大悲心没有；如果能，你大悲心就升起了。因为他堕落那一道很苦了，人人见他都不喜欢他，不喜欢他。那大悲菩萨他见着他，他感觉他很可怜，这叫平等，平等。那我们要看一个虫子，看一个那个畜生，我们这个心把它当成畜生看待，那你大悲心不容易升起来。佛把一切众生看成是父母，做父母想。如果大家都读的普贤横愿品呢，普贤横愿品的第九大愿就是这样，看一切众生入佛想，入父母想。我们能有这个心吗？其实让我们现在学啊，我们现在是学向这方面发展，向这方面做，要有平等心、平等观。我们对于自己的父母，对于自己的眷属、妻子、先生、儿女、六亲眷属，我们能把其他的一切人类看成了都入世吗？把他都能当成父母，看他有痛苦了也想对着我父母那边去救护他，能有这样平等心吗？没有，你还没有发菩提心。就是你说你发菩提心了，那是语言，不是实质。无论哪一类众生，我们都把它看成平等，平等，以大愿大悲慈悲心舍，平等的来去对待他。佛菩萨对待我们，他看到一些众生，他是度父母想的。我刚才提到那个普贤横愿第九大愿，第九大愿是什么呢？是随顺众生。随顺的意思啊，很不容易。众生对一个施得不赦的众生，要随顺他，完了还把他转化了，非常的难，非常的难。这不是语言呢、啊，这要实际行动了、啊。因此呢，我们学《金刚经》呢，就说是我们发一个大心，发个菩提心，发一个愿心，学习当中，使他的成长。那随时的在这个井上啊，得看客观现实的井上，要磨练我们自己的身心，磨练的身心，不是一下就行了的呀。不是一下就行了的。但是这个要多用这个平常的关照，从文字要起身关照。关照的时候，我们就关照我们这个心，让它怎么样的磨练，能达到这种平等的，能发的这平等的大悲心。是我们这个意识啊，逐渐的转化，把一切不平等的事物转化平等，
我们现在是学习阶段了，学习呢逐步的发菩提心。我们不是想成佛吗？想了生死吗？那这个你必须得学，绝对得学。我们要能把一切众生都看着跟我妈妈一样，就做到这么一步，很不容易了。有很多众生并不良善，并不好，都做的很多的多事。说我们多生累劫修来，就锻炼这么一个平等心。我们见到佛像，大家都要磕头。好多人就是不信佛的，他要合个掌吧，也点个头吧。要么大家读过《法华经》，看见常住亲菩萨，他见着谁都磕头，见一切众生磕头，他磕头众生不但不接受，有时候打他，还拿石头打他。在广义去，那个他给人磕头还称呼人家，你是未来的佛呀，我可不敢轻慢你呀，他给磕头。有人曾经这样问过我，他说常住亲菩萨给人磕头，给人把人磕成烦恼，说那对吗？我说他练习大悲心，他就是这样做呀、啊。众生的烦恼他没办法呀、啊，他正是要消除烦恼，才把他当成佛想呢，他没办法。你说像这一类的例子呢，像我们在这个过去的各个经论里头，这样的例子很多。因此呢，刚才我跟大家解释这个，我们要解释这个《金刚经》的时候，它是纯是理法界的事情，理法界的事情。但是这个理法界必须得跟四法界结合呀，日常日常生活、吃饭、穿衣服、接人待物，你要接触很多事物的了。你必须理跟事结合起来，比如我们思想的观想，观照般若，观照就是显理，显理，显理的是你观照的过程当中，你的理跟事一定得结合起来，就是你心里平常的心所想的，跟你在听着文法所教导的。这个是理，但日常生活当中这个事，这两种你必须把它结合一起的。像我们这样的经，这个在这课堂里头，大家共同学习解释，没有障碍啊，你想说都可以啊。你到社会里跟人说行吗？他不但信你，不但不信你，可能还侮辱你吧。你能达到无能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吗？你这好心好意我逗你，你还骂我，你还打我，我那算了，我逗你干什么？恐怕烦恼心就来了。我能有那个大悲心吗？有分别的都是事，无分别的都是理。说到理上，就让你不分别，必须得理事无难，理跟事一定得结合起来。但是呢，生烦恼心，那就是我自己的哪知哪见，那就离开菩提心了，没有菩提心。因为我们现在在所世间上所做的，我们人类所做的，因为现在我们都是人，是人们就做人事，这是人道所信所有的一些法。现在我们要行菩萨道，菩萨道就是菩萨所做的事儿，菩萨所做的事儿
弄到门上生活，跟我们的行为相结合，这一步非常的难，很多人迈出去，迈出去断了迷惑了，那必须清楚明了。你说随缘吧，随缘吧。如果菩提心没有发起来，愿心不会有的，就是愿了是假的，做不到的，绝对做不到的。那样子还有度众生的心吗？没有了。因为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哪像人像众生像寿者像，要离开这些个，才能达到我们现在所说的这段经文。我们再做另一种解释，我就是我自己，人家就其他的一些人类。众生相呢，不论我人，就是一切诸法合合的。众生相就是众，就是一切法，一切法合合所升起的，就叫众生相。那一切法合合这是假的，对，是假的。我们学了佛才知道这是假的，没学佛之前都是真的。就是凡是色受想行识所升起的五蕴的法所升起的，这都是假的。你说他假的呀，他永远相续，说就受这些永远相续，永远如是。有分别了，这是我们用的是识，说我们现在这个知，现在这个知，这个识不能用，得用智慧，智慧识是有分别的，智慧心是没分别的。因为现在我们用的都是识嘛，不是智嘛，所以是有分别的。要到无分别时候了，无分别就是智，那是智。说我们先学般若，学了智慧，用这个智慧去发心，智慧所发出心不同了。因为你发了般若的心，就能证得的智慧的般若的智慧，这个智慧就能让你更增加你发菩提心的真实相。智慧是无分别的，所以这个智慧有，咱们解释这个智慧的时候呢，是按那个六度，那六度来解释的。感到《华严经》解释智慧呢，它分了，对，它是慧方愿力智的思界引进禅，他把这一个智慧分成五个。智不是慧，慧是什么呢？方便善巧。慧有了力量了，力，力字，自力。方便，大菩萨他离众生，他有很多的方法，方便善巧。还有愿，慧方愿力智，这五种合起来才叫真正的智慧。现在我们知道这个过程了啊。现在我们缺乏什么呢？因为没悟得根本智，没得到根本智，所以我们做一些事情啊，有时候就不那么如法，就棍棍棒棒的，总是不如意吧。因为你没有方便善巧，有方便善巧，那你渡人呢就方便得多了。
你有了力量了。就是我灵岩寺灵岩寺一千年前这个地方有个道济禅寺900多年道济禅寺他有方便三条啊他有智慧啊他在喝酒吃狗肉他是利益众生的度众生的没有这个本事吗没有《济公传》上有这么多公那儿吗一个叫董龙的董龙是干什么的呢屠夫不是杀猪的专门杀狗是卖狗肉的但是这个人呢非常的不孝打他妈妈骂他妈妈不孝那有一天他杀这狗的时候他都准备好了把狗捆好了把刀子啊血盆啊都摆在那儿他进屋取个东西回来刀子不见了他就很奇怪到处找怎么找也找不着因为这个杀的这个狗是母狗母狗有个小狗结果呢小狗在那趴着那母狗旁边趴着这周荣那心烦了就对那小狗踢一刀踢一脚啊刀子比刀子就在小狗底下压着呢这把董荣感动了他怎么感动他说我对我妈妈还不如一个狗这狗还在对他妈妈被杀害的时候还能这样做因此他就回去啊进屋去先向他妈妈求忏悔给他妈妈磕头说今后我一定孝敬你老人家我再不做我那个事儿但是他害怕这狗杀了他说我今天把这个这个狗肉卖了今后我改行了我不做这个事业了这种伤身事业我不做了由他这么一发心济公来救了他一命说在这个因果当中的转化呀我们不理解啊有很多的事情突然变化对突然变化完了他要推着肉身边去卖去了啊他看见你他这个内里头很急想方便一下大便他把这车子停到一边啊他看一个土墙他到那个土墙后面去接手去了哎济公就来了道济禅师来了来推着他这个一车又就跑他这些董龙急了他说我就这么这是我最后的本钱往他提着裤子就撵他一屁股刚立下这个墙就倒了这个土墙就倒了哈巴着最后又把董龙吓了一身冷汗一边撵济公一边喊他说师父你停下你停下你救了我一命啊你救了我一命当然济公就停下来停下来啊他说师父你今天救了我他说不是我救了你了是你自己救了你自己如果今天早晨不是你向你妈妈求忏悔不是你从此戒掉杀业了是你的关你自己的关系他说你卖的平常卖的怎么样他说卖的不好他说今天我帮你卖那济公就站在旁边卖他一时法术哗那买的人多了闻这狗肉怎么这么香跟平常不一样谁有那儿都买的一下就卖完了济公才跟他说说你这个钱呢比你平常一个狗的钱多得多你拿去做个别的小资本做事业去这是菩萨的善巧咱们有这个本事吗咱能知道啊他要我、哦、因为这个时候今天早上要被枪打死我怎么知道吗这叫方便这你先自己得先修好咱们看见呢济公吃狗肉他没有吃到
咱看他喝酒，他封烟度世，以酒度人呢、啊，用着吃狗肉喝烧酒的度人呢，他度人的方便。真人呢、啊、不现象嘛，现象不是真人，含义就在此。说这魔要发菩提心，要度别人，你得先练习着方便善巧，得有智慧，没智慧发什么出来？说这叫与智慧相应，这个智慧。现在我们讲的是要从这个般若智慧生起方便智，因为我们现在连根本智没得到，方便善巧生起来就方便就生祸害。我们现在要用方便，那不是善巧，不但不成就功夫根本智，那愚蠢，不是从智慧发出来的。因此呢，你必须得学习。现在不是学习从文字的菩提般若的菩提心，完了再发观照的般若观照的菩提心，完了从此观照这个时间就经过的时间就长了，不是我们这一生两生十生百生这个时间特别长了多少，你才能气得实相。气实相呢就成佛了，成佛了。没有一个佛菩萨不经过度众生而成佛的。这一段嘛，我们就做入世解释啊。佛自须菩提，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所谓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须菩提啊，菩萨应入世布施，不住一相。何以故？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须菩提，于云何？东方虚空可思量宝，佛也世尊。须菩提，南西北方四维上下可思量宝，佛也世尊。须菩提，菩萨无住相布施，福德已出入世，不可思量。须菩提，菩萨但应入所教住。进一步说啊，你行六度了，发了菩提心，得做六种事。佛教什么呢？得做六种事。在做六种事上，你怎么样用心？怎样用心？就是我们发了菩提心了，我们从文字般若已经明白了，明白了，我们心里就想了，想了，我发了菩提心了，光发心是不行的呀，我要把它确实的贯彻到我的行动当中去。说话，发了菩提的说话该怎么说？身体所做的，我们要该怎么做？心里所想的要怎么想？发了心是不行的呀，还得灌输到实际当中去啊，要实行啊，实际上就是要帮助众生，救护众生啊，其实是利他。利他时候就是自利的时候，你先得降伏其心呢、啊。再举个例吧，六度万行啊，先说这个布施，就表现你确确实实的行动去，真正去救护众生去了。那么救护众生时候，就降伏自己的烦恼，降伏烦恼就利益众生。
就鼓励众生行菩萨道发菩提心，不是容易的呀，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呀。比如说我们同样的做功德吧，我不行，我看我们这些个在家练二众的优婆塞优婆夷，到庙上点上几支香，庙门没开的时候，等门口对着三门那个，在那水边上就那烧了很多香，点了很多灯。今天早晨我看到他一边烧一边念一边祷告，祷告什么呢？念什么呢？想什么呢？这是形象外象，你表达你内心是什么心，什么用心。我心里想，他们那点灯的不是为了求智慧的，不是，我用我的光明照亮一切，不是求这个。烧香他也没惯性，愿这个香啊遍满法界，他也没惯想到这个香要供到极乐世界去，供到东方药师琉璃光如来世界去，他没做这个香，他也没有惯想说能烧香的火，受我供养的烧香供养的火，加上我烧这支香，没有一样是真实的，叫三轮体空。没有能死的人，能烧香的人，也没有受香香者，也没有烧香这个物体，这叫三轮体空。我想他没有做这个香，没做这个香，为什么？他没学过吗？没学过他也不知道吗？他怎么能做这个香呢？那你所烧的香，所供养的有效果，效果很小。如果能达到三轮体空不住相不死，那不可思议。不死是六度之首啊，舍嘛。同时舍的意思还表达另一个东西，舍烦恼。舍烦恼，这个舍烦恼翻过来讲，让一切众生都舍烦恼，让一切众生都没烦恼。佛就是想成的，十法界众生都是想，都是观照而起的。我曾经有一段时间那个在那个莲花白的，就包括白那个地里头啊，看那个包括白，那个白在上头啊，趴那个绿色虫子，圆体的虫子，它趴那不动，经过一天一夜你再看呢，虫子不存在了，寡是是个虫虫壳壳。如果你到那个莲花白菜地里头，莲花的菜地里为什么那么多蝴蝶？就是这虫子它想飞，它在爬，冥想，想完了就成功了，它把它那壳壳又拖到那个菜上去了，它就变了蝴蝶了。那时我心里就这样想，如果修道者我这样的专心致志地想，专心致志地想，他做一件事情，就是说不是怒吗？如果这发心，在你布施的时候，行布施的时候，不住散，不住生香烛啊，这样布施，就不住相，不住相布施，不住相的布施，跟那个住相的布施两个不能比，住相的布施。非常之响，或者管三次，或者管那一百次，你说的福德仅限于此。如果是不住相的布施，它就变成了意境了，就是意念跟着你心念所到处。
说这个布施就是一支香，就咱们说一支香或者一盏灯一点油，不大吗？不大。如果家里惯想念呢，那个功德不可思议。佛就问须菩提啊，说从此东方的虚空，你能想得到吗？能思量虚空有好大有好多吗？须菩提答复：不能，想不到，师尊，这我想不到。那佛又进一步问到须菩提：那南西北方四维向下的虚空，你想得到吗？他也答复是想不到。说那功德量，那虚空有好大，功德有好大。那佛也告诉他了：如果菩萨要行布施的话，不着相，要三轮体空。他的福德就像虚空那样不可思量。说要是布施时候这样过，你又要怎么样助心呢？就这样助心，这个是无助了，无助。所以如果是想行布施的，或者你烧香，说学了这个金刚经之后了，你来用这种惯想力加持你所供养的物，往往的时候，例如说我们这个佛弟子在佛经上说，说我们剃发出家就这一面，就这些出家这个功这个动作，乃至出了家之后这个功德，还不论你将来你做什么破戒了或者做什么坏事，那做坏事受报，但是你这个剃发的这一面的功德永远你离不开三宝的，等你罪过还完了又回来了，那总有时间间就成佛了，这就成佛的正因了。那么有时候劝人家，有时候呢我们有些老和尚呢怕受徒弟不给人剃，越是那个好的老法师啊老和尚有道的，他越不敢收徒弟，他怕徒弟把他道德败坏了。其实这个是错误的，错误。给他种个善根，种个善根。这大般涅槃经，大般涅槃经，摩诃婆旬跟佛说：“我这回好了，你要涅槃，你要死了，这回该我的天下。”佛说是还不可能吧？那个魔王波旬就说了好多种种方法，破坏佛法的方法，佛都不认可，说你破坏不了。后来最后他跟佛说，他说我现在想了一个办法。那佛就问他你想什么办法？他说我让我魔子魔孙都去跟你出家，在你法中出家，但是我不做你的事儿，做我的魔事儿。佛就默言了，默言，默言说：“是不错。”那这个问题，我想呢，我又有个想法，不是对不对？什么作为道友验证？只要是他这么做，他怎么破坏？我们好多都是魔子魔孙来的呀，那现在不做的还不是魔子魔孙事儿吗？但是我们这三根种下去了，永远成，到了无量的。多少劫，这就是一面的善根，这叫种子，叫般若种子。这般若种子种下去了，你只要有这一念心，将来你一定能还有，不但回来当好和尚，而且能直至成佛，就是这样一个意思了。但是就这一念很不容易。
我在北京中国佛学院教书的时候，然后有一个道友，他到街上去，他不是学生啊，他是我们天王殿的那个看天王殿的殿主，因为他以前是和尚了。文化呢，当刚一解放之后了，和尚不能当和尚了，被还俗了。我说庙上又许可了，帮着落实政策了，那他又回来了。因为他以前呢，当官呢挣了钱，他在北京有所房子，那他自己回来呢，房子就空了。因此他有一次啊，上街上，在北京街上，来看一个老太婆。讨口的外地来的带一个小孙子，他就生起大悲心了，他就跟那老太太商量，老太太你在这街上要饭又冷又要不到又饿，我们俩商量商量，你让你这个小孙子跟我出家，我那有房子给你住，你们俩生活我供给你们，何必这么很痛苦呢？大家听到这是好事吗？你猜那老太婆说什么？老太婆说你滚蛋吧，我们讨口就够倒霉的了，你还要不去当和尚，那回来向我们大家对我们这些个我们的佛学们对我们这些法师大家笑得不得了，说这个你看着你出家不容易，他到这种情况没有这个姻缘，没有这个姻缘不是那么容易的吗？一切法必须得有姻缘呢。你想布施和我想供养，那对方接受不接受，这是第一个问题，都接受了你能不能达到忘我的程度啊？咱们讲这段的经文呢，就要我们做任何事情，这仅此个布施，忍辱也入世啊，持戒也入世啊，禅定也入世，六度都入世，能不能不住相？咱们做任何事情，但我们最初的时候是不这样的，给我们磕头礼拜。听经闻法，但我们在这学习过程中，你懂得这个道理了，你渐渐去运用，就做观想，这就叫我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就是不住相。先从你事上、你做的事上去练习，如果你能放得下呢，看得破呢，你烦恼就要少些。可能我们大家都看过那个鲁迅先生做的阿寇正传，我们这种是不是阿寇精神？我曾经想过这样的，人家打他了，他打不赢人家，他的想法被人家打了，他这烦恼啊，他怎么想的？想着儿子打老子，管他怎么想呢，他都谢他了，他这么一想不烦恼了，又唱起来了，那里一顿打嘛，想不通的时候啊，他自己有个办法，想儿子打老子了，那孩子那个儿子打爸爸，爸爸不会生气的了，想想就过去了。这个佛教讲的可不是这样想的，不做儿子打老子，他不着众生相，他怎么想？能打者没有，被打者没有，谁在打呀？就那空中啊，空对空有什么没有形象的？他是这样的惯性，这样的惯性。说若不是，不是，福德究竟什么样的？说不是有福德，福德什么样的？这是无相，无相，说无相相，赶紧你受报时候现了相了。
现在想，现在我们做些这些事儿，今生所做的，你未来生一定受，一定受。那受的情况不同，有苦受，有乐受。受苦的时候就烦恼了，受乐的时候就欢喜了。其实都是个受，苦受是平等的。那么你学般若经呢，就要这样惯性，惯性，就是思维了，思维了。你听来的是文字，思维的是观照。等到你证到佛的地位的时候，那就达到实相了。这个意思嘛，这个经里头反复的说，这仅仅是开始。这种度众生的例子啊，佛人在行菩萨道的时候是很多的。比如说我在台湾时候，人家问我这么一件事儿，说有个法师娶了一个女人，叫这个女人去跟他学密宗，你说这对吗？他问我对不对，我说你问这个事儿，我怎么样答复您呢？我要说不对，我对那个喇嘛就有伤害，我要拿戒律跟他讲一讲，那就不对了，有伤害。你要说对吗？非法的，不是佛法。那应当怎么样答复他？这是无眼的佛法。但是这有两种，假如说问道济禅师，大家灵验寺，这监寺僧光亮，光亮大师把他撵出去了，说我们这个庙里怎么能吃狗肉喝烧酒呢？那我们的好多人对这光亮大和尚就是提这个批评，骂光亮，说济公道济禅师是对的。他问我，我说道济禅师不对的，那广亮是对的。如果我们和尚说，假如我们灵隐寺现在和尚都学济公，我们大家都喝酒，都吃肉，狗肉能吃，猪肉不是照样能吃吗？那鸡肉又有什么不可吃啊？我看你们这烧香祭祀不来了，不会再到这儿摘信仰灵隐寺了。要都上这个道济禅师可以吗？那广亮大师维护正法，你说对不对啊？那是方便道，不能拿正式道。他那权宜之计，他做可以，你做不可以。他有这个本事，你有这个本事吗？对，像这类的事儿，像我今天去黑龙江，有些个我们的道友，特别一些女孩子，咱密宗去学要她修双身法，问我对不对？我说对啊，我说成道了，真正你变了空心魔，不错了，行道了，你不是下地狱，这我们绝对没错了。我现在啊，把这个我们讲这个无相的法门。来把它，你是个有相的心，来要想做无相的事儿，那未来的苦由你受的，那你受吗？当你下地狱时，你别叫喊，别喊苦就行了。那要像提婆达多那儿本事，他坐在地狱里的，想做六三天那么快乐，你能做得到吗？有这个本事就可以。有这本事，这不是参考，这不能宣传说这是对的，那绝对不可以的。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是末法时代，让大乘的教义，让这一切不着相，
要不执着，不执着是善法不执着，恶法不执着，一切法都不执着呀。不是有选择的了，你有选择不是平等心了。往往呢，把一些正法错误理解的非法，把非法又当成正法，这就叫末法，这叫末法。佛法不容污染的，它源于说众生的贪欲心特别重，所以产生很多污染。要想消除这些污染，必须得有智慧，必须得有智慧，没有智慧是不可能的。你能够多学些佛法，懂得些很多道理，自己已经做错了，做错了就忏悔，不能把做错的贴个标签，还说我是正确的，这个绝对不可以，这个不可以。所以在这个为什么叫末法呢，是吧？真正的讲正法的处所少，时间也少，想闻到了很不容易，因此才产生这些个种种的错误，产生种种错误，完了还把它说成是对的，把错误当成对的。菩萨度众生，他发的大愿大悲大智，如果没有大智慧的大愿大悲，不能成立的，成立不了，必须有智慧，要有智慧先度众生，让众生的脱离烦恼。如果你没智慧，你烦恼先，那你帮助别人也是烦恼。所以嘛，现在有个必须得记住般若智慧，不然呢，你学法呢，你会推道心的呀。像我们这些到庙里头入国事，说这个庙里头有些污染，你听了不烦恼吗？你还来吗？就是推人家道心的，发心的行菩萨道人，大慈悲心得具足，得具足。再一个大慈悲心必须得有智慧，必须得有智慧。现在我们就学这个智慧，学这个智慧呢，有智慧了，认识到，认识到，不要在相上去起执着。不在相上去执着就是不解脱，要在相上不执着就是解脱。咱们讲这一段就叫无相不舍，能思之人所思之物，下讲受思者，这叫三轮，三轮体空，受者思者合起来，再加这个物，就是三相。所以不住三，不住一些相。受者是不是领受的意思？领受的是指着物说的，指着物说的。要这样子去做起呢，才达到这个般若意，达到般若意。再举一个四物说，举个四物说。那每一天一每一天所接触的都是色声香味触法，法就是尘境啊，落下的尘境，这六种我们管它叫六尘境界。说你要发了菩提心了，要怎么样降服这个心呢？就是佛跟须菩提说了，你问我怎么样住心，怎么样降服心。那么现在就说一个布施度吧，布施时候说你不着相的布施，没有说是布施还求个功德，没有这个心。
没这些功德更大，如果有这些功德就小了。现在还不是这样的了，到庙里头或者到布寺了，有的居士还要个收据，这也有种种原因了，要收据，或中间人给他吃掉，或者托人带的，或者干什么，或者他给这个，要是师傅收啊，他信心还多一点，我十分之八。如果是一个在家居士，他因为这功德没有了啊，好多人这里头有这个想法了，有这个想法。这还不算，做了布施了，千年万年保留，还开个十碑，哪个我施舍的、啊？哪个施舍的？你说这个功德跟你不开十碑功德，功德还大一点。无住相布施，这个无相的法门是骗法界的，它的功德、福德也是骗法界的。你一旦下人把它居住了，就这么大点儿。所以他功德就小，这是顺着显般若意，顺着佛的教导来显般若意，显智慧。所以师父弟不是问佛吗？这边降不起心吗？降不起啊！先要发菩提心，发完了菩提心要发愿心，发了愿心嘛，要实行去做。说你做任何事物都不要执着，不要贪恋，不执着不贪恋了，那个福德就大，那个福德就不可思量了。就是说不住相的功德，说你要着相了呢，那功德就小，有限量了，那得看你施的东西大小，施的东西多少，能延续很久，那有多长时间，拿那来积功德。所以着相功德小，不着相的功德大。还有一种布施叫洁净施，洁净施，这是要心说的啊。佛在世时候有个贫女，是讨饭的，我在路上琢磨捡一枚金钱，金钱啊，就捡一块小金子吧。他拿着捡到这个钱呢，他心里就想了，他说为什么人家都富有，为什么我变得讨苦了？我没有送着福德呀，没供养过，现在有佛在世了，如果这笔金钱我保存呢，能有好几个月的生活。他说现在我把这个供养佛，好就是到那个油店去买油，买油，油店的老板看看他这样子，说你光买油你还买米不啊，你这钱都买油了，你买米拿什么买啊？他说我这个不是我吃的，我要我多是我这个多生没有福德，先生这样受苦受穷，我想买油去供养佛。那老板听他说嘛，很感动，老板就拿出个大瓶子来，说是你打油得拿个家伙嘛，拿什么装啊？我给你个瓶子，那瓶子还有我这油多加上一点，除你买的之外，那个我供养的，你替我供养。那贫女嘛，就到了奇缘精舍，佛那时候住在奇缘精舍，就把他这个油就填到一个灯里头，啊，供养佛的。在他供养这天，供油这天，波斯利瓦拉了几车的油，供了几千上万盏灯，同时得跟他在供。然后这天呢，这个当值的呢，管这个香灯的啊，是穆启莲尊者。那到这油点完了，第二天早晨，那穆启莲尊者就把这个灯来灭灯的时候，那早晨都灭了，晚上点，他把这灯啊都灭了，就唯独这盏灯灭不了，他就很奇怪，他就现他神通了，不是现神通得作业。
得入殿，得入神通里，入神通里来灭这人的，我越灭越亮，佛就出来了。我说这盏灯的你灭不了，你的和尚的神，你这个声闻的神通啊灭不了。他说为什么？目前来想请问，他说这叫洁净事，他的生活全部的财产全供养，功德就有这么大。那波斯匿王供养1000灯，供养多少车无所谓了，他国王的钱多得很嘛。他没有他这个诚心，他的心跟他供养的心两个不一样的。功德是在这上计较的。我说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含着般若意、清净意、洁净时倾其所有，那这个事的功德就大。当我们一切的道友们，特别我们在家而送啊，在家而送，这得供养什么？哪管烧一支香？你观想是普遍的，供养十方一切诸佛。别问我物资小，别问十方诸佛的世界多广，平等平等，磕一个头也如是，一礼骗十方嘛。经常在经上这样念，但是你缺乏观想力，缺乏观想力，你一定要有观想力跟着，那功德就大了。比如说我们平常念金刚经，可能我们这也有很多道友诵金刚经的。当你第一天念受持时候，而念到10年或者念到20年那个，你到那个时候那一天念，你自己就会知道了，跟你第一天念的不同了。那般若智有种明讲，明是很明显的，看到家为你开智慧，有种难的，不明显的，你自己并不理解，也没有什么感应，也没什么光明，也没什么碎相，也没有佛现身了。特别是念般若部门的佛绝不会现身的，这让你无相无他的现象不会的，你能从什么上得到呢？当初你最初念这个经，你对这个文字这段话你怎么理解的？赶紧10年之后你又念金刚经，你对这段话怎么理解的？在你20年后，那就发生大变化，你不但理解了，你所做的所行为的每天起心动念啊，你想了，佛在金刚经上教授不要执着，我为什么要烦恼？你马上就清凉了，马上就清凉了。但你最烦恼的时候，你想起金刚经上的一句话说，佛告诉我无能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我为什么还执着呀，放不下。你这么一念啊，他也清凉了，试试看吧。但这叫功夫，是吧？你念的时候，这是经历的加持。如果你没有今天念了，明天又断了，后天想起又拿着念了，这个效率不大了。也加持，但是不像你这天天不断。在西藏教育里头，最怕的这个断魔，中文功用什么功？用了就断了，有障碍。不是你自己想断啊，因为事情一忙一错过又忘了。好，我天天或者3点钟或者4点钟或者5点钟天天念，那有别的事一唱断了，明天再念从头开始，明天念就不相续了，这叫中断魔。咱们汉教的这个很少讲，在西藏非常注重这个，
他定时定量，有好多他把他的日常的功课定到两三点钟，或者三四点钟。为什么定这么时候呢？非常有道理。这个时候没干扰，谁也不找你，你也不找谁。你能相续，不能间断。如果你的毅力坚强，在任何时候，你把你的这个搁到第一位，比吃饭穿衣比任何都重要，什么事也没这个重要，你把它摆在第一位，你这样做起来，你的效果非常之大，它就不同了，那就真正的你可以开般若智慧了，你开般若智慧了。须菩提啊，你云何呀？佛跟他说不住相的来布施。说完这段话，问他怎么想的？可以身相见如来法啊？你来怎么看我？你说你是三十二兄做八十众好来看我吗？他又问我们呢？我们当然是了，就我们见相时候也是入室答佛了，当夜三十二见如来。须菩提他正得空生，这见思过断了，他的答佛就不同了。他佛也是说，不是的，我不是这样看。说咱念字的时候啊，有时候我们中国的字啊，它一个字很多标号，很多注音，本来是个不字，那这个地方念不就不行了。佛也是说，不是这样意思。我不可以身相见如来，这就念不字了，这个念不字。我不是以身相来见如来的，为什么？何以故？什么原因？师尊，你不是说了吗？所以身相即是非相吗？你刚说过的，这个意义我懂了，就是这个含义。啊，佛说你说的对，就是凡所有相，即是虚妄啊。要能看见住相非相，才能见得如来。要见住相非相，即见如来。刚才我们讲布施的时候啊，要离相布施。这一段呢，就讲了，讲离相的意思。什么样离相？明明嘛看见有相，怎么会离相呢？说我们要想证到的佛的法身离体，叫般若，要达到实相般若，要达到实相般若，达到实相者，实相是无相的含义，实相无相。这种见呢，离相之见是见法身的，是般若的知见之见。那么刚才念了这几句经文呢，就是要你离相，离相先从佛说的。咱们受三规，每位道友受三规时候，他都跟你讲，咱们所见的这个三宝。佛法三三宝是住世三宝，住世的是四间相。咱们要从这个住世的四间相达到离开四间相，见到了一体三宝，法宝、法身，见到法身的法宝。说到法身是什么？我要回到你自心的一体，自心三宝。佛法生三宝，咱们自己具足的，这个道理很多了。咱们这个一时也说不完，我只举这么例子了。般若是智慧，智慧是无相的，因为无相的境界以般若智慧来契合佛的法身，俺们的般若智慧升起了，
生起了。说我们这个智慧，见佛不是见佛的形象，见佛的法身，能够这样的理想啊，很不容易了。得到什么的呢？在《华严经》讲，得到七地菩萨，七地菩萨才能达到究竟的理想，全部契合离体，契合离体。因为我们现在所用的心是虚妄的颠倒心，从来没入过真心，我们离得真心很远。我说的远大家别误解了啊，就是我们中间的这些烦恼无明啊，很多障碍把它障住了，等你把这些去掉，你真心显现了，妄不离真，这个妄心就是从真身上起的，反妄归真，那我们这个妄寂了呢，就还原了，就归到真心。真心是什么样的呢？是离相的，离相。所以我们前头讲《金刚经》讲，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说离开这个相，显现的是什么呢？显现的是法身。因为有相，你见到这一相就不是那一相。因为我们见到娑婆世界，你想见极乐世界不可能。啊，我们这些好多念佛的道友们，都是想生极乐世界的，能不能生？谁都能生，谁也不能生。什么叫不能生呢？你娑婆世界放不下，你怎么能到极乐世界去？这是我们这个手拿一件东西，拿这件东西，你还想拿另一件东西，你先把这件东西放下，我再拿另一件东西，这是很浅显的道理吧。东方的享受你也享受，东方的享受你也享受，放不下，你怎么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去不了，对吧？放下才能提得起来，放不下提不起来，你先把这个世界放下，再提那个世界，才能生啊。我们想得般若的智慧，般若是智慧，智慧是骗，是光明体，光明体，它是平等的，平等的，无障无碍的。现在有人打我一拳头，给我砍我一刀，你痛不痛啊？你肯定你痛，但是假使你要明白了之后呢，它不痛了。我们过去有很多大德呀，他当下就能，当下就不痛了。我们大家都知道二祖力学断背啊，立到雪地里头，他求法站了很长时间了，一两天了，达摩祖师还不跟他说呀，那他表现很自诚了，达摩祖师还说他轻心慢心呢，他就拿出戒刀来把膀子卸掉一个，供养这个达摩祖师了。那是不痛吗？痛得要死啊！完他就求啊，他说我心不难呐，请祖师给我耐心。那达摩祖师就说把心拿来，我给你拿。他找找，他说你心了不得呀、啊。然后我给你难了，难心已尽，就是不可得处，就难了。那他当下就开悟了，开悟了就不痛了。这就是有觉觉痛，有个感觉，感觉到痛，但是无痛痛觉，那个能感觉痛的那个觉不痛。为什么精神病患者或者害麻风病者他说没什么痛苦，他神经麻痹了，或者为什么不要开刀干什么的，做手术时要给你打个麻药针把你神经麻痹了，他不痛了，
那还是妄，还不是真。真的悟到真心的时候，空心顿歇，歇彼菩提。等你菩提心显现了，这个物质的有相的东西，它不执着了。这是我们的执着，那个痛觉呀、啊，是我们的执着。你从这样痛苦当中去体炼，去磨练，磨练久了，你能有个入处。越是他在苦难当中，你关照我，说你关照不如关照，关照，他自然就觉得了。因为须菩提这样答复了，佛就承认说须菩提答复是对的，不是以身相来见如来的。这是指说须菩提看佛不是看佛的身相。那就再问一句吧，你怎么样呢？不以你的身相见如来呢？怎么见呢？啊，凡是有相，居士虚妄；凡是有相之法，没有的，必经坏。这个凡夫是等他坏了之后才没有，不能在他当体上印的，他就是没有。就差这么一点关系。如果我们当体印的就是没有，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成住坏空。我们在成的上头，哪里上头不能印到它的坏，也不能印到它的空，必须在它坏了之后我们才知道它是空的。如果我们在当体上就印到空，那就成就了，总能看见住相非相，才能见如来。见到那些个相不是真实的相，说这化身佛不是真的，他还若入涅槃呢，化身佛就没有涅槃可入。要这样来认识，正知正见，正知正见，要能见到住相非相。那我们看一切世间相，所有一切相一切法，也能这样认识，那你烦恼还怎么生？没烦恼，没有烦恼。现在我们看见的啊，这种种的花，种种的供的水果，乃至佛像，这都是一切法呀，这都是一切法，一切法之一呀。一切法都有做一个切法的样子，花不是水果，它也不是拜殿，一切法有一切法样子，但是这样子呢就是虚妄的。因为我们妄见，所以才有妄相，那这些东西不真实，是吧？我们虚妄把它当成真实，但是这是我们颠倒想法。所以这些问题来问须菩提啊，难不到他了，他已经证得空性了，他在空性在声闻之中空性第一的了。但是要问我们就是被难倒了，要没到解空的地步。这是我们现在这一生，现在我们看见什么，因为都是真实的。所以好多的问题在佛呀啊在世的时候就很多问题。比如说佛说地藏经的时候，我们念地藏经一个阿罗汉没有，我们就有很多的道友们，不论国外的了、台湾的了，就是我们大陆的了，都有这个认识。因为地藏经说鬼的，还有很多在台湾地区还有很多规定了，是不是啊？夜间不能念，啊，念经啊，我鬼招来了，啊，这种不能那种不能念。大家想想看，
地藏经在什么地方说的？明说，说地藏没有，地藏经是说你有业才有啊，你没有业没有啊，你有业就下了，没有业没有，我没造的业没有。像我们杭州，这是我们省府所在地啊，有监狱没有？有看守所有没有？我们哪个去过吗？对我们来说没有啊，它确实是有，但是确实对我们来说也是没有，这是业所生，一切诸法都是业所生，一切相也入世。那我们现在说般若业是空的，空的，所以才见诸相非相，达到空义。这个空不是虚空那个空啊，般若的智慧就是光明能容一切的，说它能容，能容。因为空故才能骗，骗一切众，一切都是般若意，也可以这样解释了。要是达到这样子，才能见到佛，要见诸相非相，才能见到如来。那么跟凡夫人说，见如来如是，见一切人都如是，见一切法都如是，一切法如是。但是呢，这个空见到什么上的呢？建立在有上，建立在有上。因为有故才说空，因为有大才说小，有小才说大，有长才说短，有短才说长。相对的，相对法都是虚妄的。那哪个是大？没有大的标准。有标准吗？说我们这个灵鹫山大，它比我们大殿大多了。就是我们在这个上的天目山，这雁荡山，那它比我们这个飞来峰，比我们这个山又大多了。这个大不定大，你说哪个算大山？没有，再大山没有须弥山大。一切相不定相的，大小、长短、方圆，都是一些假象。说印着这个道理了，我们就懂得了。我们从那个我们的智慧，懂得什么了呢？懂得法是相对的了。要把那一面取消了，那一面不成立的了。凡是相对法都是虚妄的，不是般若意，绝对的，绝对。什么是绝对的？禅在咱们讲智慧，智慧是绝对的。那么说那种虚妄的是不是般若意？是啊，虚妄是从般若意生的，因空才建立一切嘛。空生在什么地方？空生在大觉。大觉是什么？生物你的心，你的心的大觉心，觉悟的心。这个道理很深的啊，这个道理咱们以后再说吧。以后就到这个时间，因为我们还得留点时间呢，我们四处活动活动，要上满殿。我说现在天津到这个时候就看得有点，我这个的这个光亮就不大上行了，就看不见了。时间就是这样，今天不就讲到这里吗？嗯。